朝堂上宗室已各怀心思，摄政之事不能再拖，何况你又刚刚查探到吸引勾结女里还有高勋。这三人势力已能抗衡朕，主上有何对策？我还能有什么对策呀？现如今燕叶有孕在身，我们此时最为虚弱，所以为了稳定局势只能退让。权宜只是妥协不是计谋，一旦退让便无可挽回。别忘了，虽然爹爹已经走了，但我可是萧家的女儿，我没有那么好欺负，我可以保护住我腹中的孩子。朕知道，但是燕燕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现如今朝堂之上，到底有谁可以真正镇得住席隐、女里、高勋，甚至是远在沙陀的眼萨可呀？主上是否疏忽一人？谁？皇后。韩四哥的意思是让皇后主持朝政是吗？除此之外，臣想不到更合适的人选。朕觉得此事不可。为何不可？你忘了当初为什么会要我入宫？不就是因为我是那个有能力站出来掌控大局的人吗？朕记得，但现如今你怀有身孕呢。我之前问过嫡礼姑了，她说孩子已经过了最危险的头几个月，现在已经很稳定了。我身为皇后，应该在此刻站出来直面困难，绝不应只靠你把我庇护在身后，而我对外界却一无所知。可你要是再不放心的话，朝中不是还有韩大人吗？是，朕承认，你们俩是朕最信任的人。韩四哥，朕知道你对朝政无益，如果你太过为难的话，朕绝对不会难为你。倘若是主上还有皇后所需，臣自当鞠躬尽瘁。好，有韩四哥这句话朕就放心了。我们齐心协力共同面对，相信一定可以渡过难关的。